爸爸妈妈研究好了彩礼，要多少？他想要20，是不是有点多呀？要不然我回去再跟他们商量商量。说实话，你现在让我掏20，确实挺困难。你说我俩结婚了，是不是得买房子买车？如果这20万我给不了你，你还能嫁给我？会呀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就是我现在我的情况你也知道。你要如果嫁给我，咱俩就可能还租房子住。那我是嫁给你这个人，我又不是嫁给你房子的车子。不会骗我吧？不会呀。你感觉像做梦一样，你平时嘻哈哈的，一下谈到咱们俩做成大事儿。但我今天我必须得跟你说明白，你确定要嫁给一个以后连温饱都不确定的我吗？你咋不说话了呢？不高兴啊？我刚才可能说话是稍微有点极端了。没，这懂。咱俩看个电影完事儿，咱俩吃个烧烤犒劳犒劳。走。没有不高兴，咱俩饭也别吃，电影也别看了，然后回家吧。啊？你说咱俩去看电影又得80-90，吃饭有20-30，车费还没算呢。咱俩不去的话，又少20-30了不？那如果咱俩把今天这些钱节省下来的话，是不是离秋游近了一步？你其实你不要那么大压力，你还有我呢。实在不行，实在不行啥？实在不行，我把户口本抽出来。嘿嘿。